酒肉穿肠过，谋在心中做王。这公想输啦！啊，今天中秋节，套中岛他们50要开光，这好是勒摸这公，没听过吧？哦，他那个雕刻的样子，整个就怕哎、欸，哦，所以他们叫做勒摸这公。啊，这也还蛮突然的哦，这个是，我觉得应该是一大早睡醒之后，滑手机滑到海报我才出发的。哦，所以我跟你说，我们拍摄影片，绝大部分的都是那种什么，突然看到就出发。绝对不会有那种，我安排好下礼拜要去哪里，我已经安排好下礼拜要去哪里，比较少这种情况啊、哦。我们都是很突然的看到，然后就，哎、欸，好像还蛮特别的，时间可以，地点可以，好、哦，出发。好、哦，所以主家根本不知道我们要去，我们就来个 surprise， 我们去拍，好不好？好，高雄前镇 ，go go go。济公降价要穿这个，穿木屐，他还会抽这个烟，然后上面还写了吗？想猪，发现哪里怪怪的，54刀，是54刀哎。据说我们想猪在降价的时候，可能会拿这个54刀来做法。我们来抢先看一下，好可惜，凶不凶？超流氓。现在说时间已经有点紧迫了，已经过好一阵子了，济公还没回来。他们现在要放他的主题曲，我看他的主题曲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你也不知道？他很多主题曲哦。嗯。说要放他主题曲，他才会回来。他是谁种的？一龙鸟队。我不知道这有没有版权，我们放一下就好。济公的主题曲，他们现在用那个 logo 箱来给他推下来。
那想叔好有个性，他居然问说你们后面画的是三小。不要太想想冰化嘛。好、哦，要开始做事了。想叔把帽子戴起来。师傅要拿50刀。天哪！济公也跪下了，因为现在说要拜天，下单。